什么合成行为，还有什么奇怪的行为，反正可以传给你。永久行为，保特破坏地球行为，知道那个保特瓶什么潜水衣？那个哎，保特瓶，那保特，那保特瓶做成的衣服就没有办法回收了。可以啊，再做成保特瓶啊，无限轮回，太完美了，环保啊，recycle。你可以把衣服做成保特瓶，然后再保特瓶做成衣服，很合理啊，完美，完美利用。